这种包扎方式果然也甚是符合我对侠义之士的认知。女侠，我看你受伤了，你也就别出去跑了，在这小院先躲一阵儿吧。这个小院是我兄弟买来躲自家老婆的，现在已经被我征用了，你就先在这儿住着吧。女侠，我跟你说这么半天话，你怎么着你也得理理我吧，你别再是个哑巴吧。哎呦，怎么了怎么了？行行行，你自己弄自己弄，那个缺什么就上这屋子里找，东西挺全的。这个小院儿条件确实是简陋了一点，但你将就一下吧，你毕竟现在你正让人追杀呢。啊，成，那我走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还没跟你自我介绍呢，在下姓宁，名义，字立恒，小名江浩辰。别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烦的？是，我也没想到我话这么多，我往常其实不这样的，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大侠，我太兴奋了。你要是缺人手帮你干活什么的，从这门出去右拐，你就看凡是写着竹记两个字的都是我的人，你支持他们就可以了。行，我真走了啊。哎，你就别站起来了啊，别送了，走了。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，耿护院已经将竹记饭庄的店址选好了。这么快？那当然，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争分夺秒，有了好点子干嘛不去做呀。所以李平、冯源、沈淼、高秋，你们四个就是我们竹记饭庄的创始人了，也是我们的股东啊。为了我们饭庄又出工又出力，既出了点子还出了资金，所以就作为我们初期的几位股东，可以参与很多事情的决策。当然了，要是没有聂姑娘的鸭蛋呢，我也想不出做皮蛋，所以要论功行赏，聂姑娘当选头功。不敢当，我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哎呀，你也别太客气了。所以我想推举聂姑娘作为竹记饭庄的老板，掌管大小事务，你们有异议吗？没有，没有异议。老耿，把地契拿出来，给聂老板吧。哎，不，不行的，这些招数都是你想出来的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我觉得我配不上竹记东家这个称号，我不行的。哎，聂姑娘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谦让了。来咱们这儿买皮蛋的客人，多少都是看你的金面才来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呀？就是啊，姐姐，你知道吗？你往那儿一站，就是竹记的活招牌了。所以这个掌食之人必须得是你啊。聂姑娘，大家都这么支持你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你就收下吧。快快，拿拿。
英雄，咱只是卖个皮蛋，弄这么大排场，咱不能赔本吧？买卖刚开张，怕赔钱，把钱退给你们。我，哎，英雄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对对对，完全不是。完全不是，完全不是。还不赶紧跟着忙活去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呦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云竹，宁公子，今日一定要我出去待客吗？我实在有些紧张。我知道，在你人生的前20年，你经历了许多不愿回首的曾经。在浦原诗会上，你是最闪耀的那颗星星。在竹记饭庄，你是那个最精明强干的掌门人，舞台已经为你搭建好了，观众都在等着你呢。换上这身行头，进入你的新角色吧，聂老板。欢迎光临，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这边今天菜式还满意吧？里边请。谢谢您，小姐。快快！哎，好嘞。下来。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。怎么了，眼睛？抱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怎么着的，伙计？这位客官，就这么招待客。沈公子并非伙计，亦算是东家之意，所以手生，还望客官见谅。您今日这桌呢，酒水价钱减半，就算做沈公子的赔礼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今日是竹记饭庄第一日开业，为了感谢各位的捧场，我们将为每一位客人加送2道小菜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刘，来。哎。这清扫一下。好嘞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既是送给秦老的，那便要仔细些，莫要让人啊瞧了出来。老爷每年回江宁都给秦老下拜帖，却总是闭门羹。说来秦老辞官已有数年，就算尽量纷争，他也未必能伏起反击。老爷何必又多此一举？秦老当年在朝中替那么多人背了黑锅，这个人情还是有的。有这个背景在，陛下重新启用他，那也是早晚的事，咱们还得多多拜访。再说了，就是因为现在他门庭寥落，我们才有机会嘛。若他日起复，我一个小小转运使轮不到我。锦上添花，我要的是还是老爷思虑周全。行，抱歉抱歉，韩主使，我们家老爷外出不在。那能否请使君替我转交这份拜帖？不敢怠慢主使，
只不过我们家老爷有交代，这帖子礼品概不能替他收下，小人只好礼敬不敏了。小友好兴致啊，自己身为东家不照顾买卖，坐在这儿啊偷偷的喝粥。哪儿啊，康老、秦老，嗯，今儿这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？哎呀，小友这新店开业啊甚是火爆呀，我们也来凑凑热闹啊，尝上一尝。哎呦，多谢多谢，捧场捧场，来来来，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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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别别别，你坐你坐你坐。哎呦，哎，我跟您说清楚啊，这店可不是我的，是聂老板的，您等着。聂老板，哎，来快，来了两位贵客，给你介绍介绍。这位呢是康老，这位是秦老。经常听宁公子提起二老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您二老先聊着，我先进屋给二老准备酒菜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小友啊，你这平时是不是总跟这位红颜吹捧我们二老？您可别瞎说，我跟聂姑娘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个伙计，菜怎么样了？这是我新研制的几个菜品，还请二老品尝。康老、秦老，哎，请吧。我给康老加一杯。秦老，您也尝尝。哎，哎呀，宁小友啊，早前便听闻这个皮蛋在江宁大行其道，没想到竟然又出自你手。看来宁公子的身上还有太多的隐秘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哪有什么隐秘不隐秘呀？此物甚似琥珀呀，贵气，贵气。嗯，有点意思。啊，妙哉！老朽也是尝遍天下佳肴，此物从未尝过。敢请康老不吝赐个名字呀？秦老先来。这道菜啊，这口感微辛，就叫珠翠琥珀。好名字。这白色的豆腐甚像是白昼，这黑色的皮蛋呢甚像是昼夜更迭，此菜便叫细雨绵长，如何？好名字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老爷，您去拜访秦老数次，他都避而不见，这拜帖送都送不出去啊！人情之事，最是难弄。况且秦老是随随便便能攀附的人吗？可是您已经有了宋都尉，有了宋都尉，不就等于结识了太师？何必再去贴着秦老的冷脸？你懂什么？在官场混迹，自是关系越多越好。竹记饭庄这新开张呢，这就是宁毅的竹记。听闻苏家大房变卖苏氏布行，转制皮蛋，是想靠这皮蛋挣钱，来抢乌家的蚕丝订单。是什么蛋？苏老太公竟然也如此纵容，哼，不学无术。秦老。哎呦，康老，康驸马。哎，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，行。这宁毅怎么也和他们在一起啊？这不可能啊！这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好，那我送送您二位。哎，我说小友啊。下次我再来你这饭庄啊，你还得让我吃白食啊。康老，您这堂堂一朝驸马，我们这小本生意吃个皮蛋还赊账，为老不尊。你想，哎哎哎哎，刚才我进来就说此物甚是惊奇啊，似琥珀啊，又似玛瑙。
啊，贵气啊！此物啊，是我特意为竹记设计的 logo。logo 为何物？就是饭庄的招牌嘛。招牌应该用两道绳索啊，把它扯起来啊。那不，哎，韩主使，这不是德成吗？你们俩认识？秦老，嗯，韩老，嗯，秦老您忘了，嗯，佳妹是苏府苏文兴的生母啊。哟，你瞧瞧我，老糊涂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啊！进。有事儿？哎，茶。哎呀，喝茶。外甥女婿，竟如我亲外甥一般，以后是一家人，可千万不能见外啊。一家人啊。舅舅，哎，外甥如此聪慧，怪不得能与秦老、康老走得这般的近。舅舅今天来，嗯，的确是有事相求。来来来，好外甥，你和康老、秦老走得这般的近。那能否替舅舅把这份拜帖转成啊？外甥啊，你可知这康老、秦老来头不小啊？嗯，知道。呀呀呀呀，我的好外甥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如何的攀附？你是如何结识二老啊？也不算什么，跟秦老下了局棋，我赢了。你赢了？秦老棋艺本朝一绝，外甥你竟然侥幸。啊，侥幸？这拜帖，舅舅，让我仔细看一看。啊。啊，这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舅舅，您可得收好了呀。现在这份拜帖，我倒是可以带您转交。啊，舅舅，啊，这茶里没有毒吧？啊，哎。外甥说笑了。拜帖就拜托了。嗯。哎。舅舅。啊？咱们行走江湖讲究一个礼尚往来，我帮了舅舅这么一个大忙。不知道舅舅愿不愿意提携一下外甥啊？这太没有问题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外甥的事儿，舅舅无有不允。爹，听说宁毅那小子的竹记饭店最近生意兴隆，看来他是彻底放弃布行，改做皮蛋了。皮蛋而已，卖的再多他能赚多少啊？只要咱们牢牢把住手中的蚕丝，他们夫妻二人便没有翻身之力，到时候掌印迟早还是我们的。文兴少爷，韩主使请您过去一趟。舅舅，哎，啊，苏唐儿也在啊，
舅舅找我何事啊？文心，你把手上江北的蚕丝通通交给你妹妹吧。舅舅，你开玩笑吧？不开玩笑。哦，丹儿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朝廷马上要追加对晋国的碎布，我身为转运使，到了那一天，自然是说得上话的。哎，此事我已经知道了，只是舅舅之前托给了别人，怎么又改主意了？惊喜，就是要给你们小夫妻一堆惊喜嘛。所以啊，这个事一定下来，我就让文心去定了江北的蚕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等到时机成熟了，再交给你们夫妻两个嘛。舅舅，堂儿办事细致，我那个外甥女婿呢，又能够广交善缘，这门生意交给你们，出不了差。我记得舅舅素日是看不上我家相公，怎么忽而又改了态度了？我相公的那些朋友不就是些酒肉朋友吗？哎，他的那些朋友算是酒肉朋友的话，那全天底下都想结交这些酒肉朋友呢。舅舅，我这件事啊，就这么定了，我放心啊。文心，你和妹妹商量商量，看怎么交割啊。走了，啊。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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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一起做碎布生意，赚朝廷的钱，怎么突然变卦了呀？文心啊，啊，舅舅也是为你好啊，我的亲外甥，我劝劝你啊，你是斗不过宁毅的。有什么斗不过呀？他宁毅恒不过是一赘婿。哎，能和秦思源、康贤这样的人谈笑风生，打十斤个小猫还能比的？这件事还是放手吧，免得自取其辱啊。那拿着呀，还给你，你叔叔啊还多加了几两呢。老板，乌石不好找了，也没有。知道了。这全江宁连一匹蚕丝都找不到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薛老板何必发愁？苏老板，苏老板，尝尝这福斯清泉沏的茶。薛老板可知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哼，苏老板，您跪脚踏见地，想必也是为了蚕丝之事而来的吧？眼下根本找不到蚕丝，即便是找到了，那也是高于市面十倍的价格。你说他巫师一家独大也就罢了，他这是要堵死我们所有人的路啊！苏老板，这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呀。薛老板稍安勿躁，巫师有法子吞下江南所有的蚕丝，我们也会有法子让他重新吐出来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想先跟薛老板做一笔生意。我手上正好有一批江北的蚕丝，我想低于市价转给薛老板。啊，姑爷那边可还顺利？姑爷说没问题。听说因为北方战事，朝廷又要增加碎布的份额，蚕丝马上又要水涨船高了。再找不到可靠的货源渠道，恐怕我家夫人也不会再放过我。若问丝在谁手中，相信一点是孤鸿。敢问这位兄台，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红字，去江去点，不就是乌鸦的乌吗？我听闻这次朝廷啊，确实会高价加收碎布，咱们这单生意啊，肯定不会亏。
简儿得知这个消息，就紧赶慢赶地跑去布行买了几匹绸子，不然可就买不起了。如今江南的蚕丝都已被乌市所垄断，只剩大川布行还有存货。听说大川布行最近又发出一批新的蚕丝订单，待会儿你过去给他打听打听，看看这事儿是否属实。不过听说不久将会放出一批江北的蚕丝。薛老板的意思是价高者得。袁姑娘的消息来源可靠吗？这几日来这儿的蚕丝商都是这么说的。请问几位，刚才所说可是真的？你就加价，咱们几家拼起来难道还出不起钱吗？那江南的蚕丝物价是不会退出来的，可不能让他们连江北的也得了。不是，薛静在哪弄到的蚕丝？说是江北的，此刻大川布行的门槛都快被人给踏破了，苏家赘婿也过去了。爹，我这就去把这个单子给签下来。等等，薛静为何不自己吃进这笔蚕丝，反要卖出？先前无人知晓的江北蚕丝被何人所购？怎么突然就到了薛静的手里？所以爹，你是怕有诈？嗯。东家，少东家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席掌柜是自己人，但讲无妨。是。薛静手里的蚕丝应该是苏家二房所定，我打探到韩主使命苏家二房将蚕丝给了宁毅，若是宁毅联合薛静故意放出消息。你是觉得宁毅做出想要吃进这笔蚕丝的假象，引吴家上钩？你的消息来源可真？我虽已离开苏家，但这一点消息还是可以打探到的。如今我们蚕丝既已够用，不如坐观其变，以免落入宁毅的圈套。嗯，席掌柜所言有理，这笔蚕丝不是小数，咱们还是先行观望吧。是。李公子，几位里面看看吧。李公子，请。掌柜，这个布真好，再有需要找我就可以。啊，好好好，来了，走。哎呀，真是好久没有到这儿来买布了啊。是啊。李公子，别来无恙，今日又来我吴氏。明知故问啊，这苏氏布行都关门了，我们可是要买布的，不上你这儿我们能上哪儿啊？怎么的，回头客的生意不做了？哎，席掌柜，您稍等，你先去忙吧。好，自然欢迎。几位公子喜欢哪匹，告诉我即可。哼，哎呀，这个宁毅啊，为了吃下薛老板手里的蚕丝订单，不仅把布行关了，听说还在地下钱庄借了钱。席掌柜，逐季见我，有事商谈。宁毅，小二来看一下。哎，这席掌柜怎么行色匆匆，招呼都不打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
你把我叫来，到底要说什么？别急啊，西掌柜。坐。你不想亲眼看看我们竹记的皮蛋是怎么做的吗？这可是商业机密，不是那种高级的掌柜。你不用跟我兜圈子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但吴公子待我不薄，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想不到，席掌柜果然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说得对，吴启豪对你不薄，可这么多年，苏檀儿对你薄吗？看着你这无耻的样子，真想过去揍你一顿。但转念一想，你马上就要倒霉了，这拳头倒也真下不去了。算了吧，席掌柜，念在你在苏家这么多年辛苦工作的份儿，这些皮蛋就算是礼物吧。还是留给你们这些赘婿吧。小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听我解释，你真的误会了。现在外面都在传，您义是问地下钱庄借了钱，才拿到大川禅寺的订单的。你真的是为了他们节省了很多时间。你不要听信传言，这是他们的圈套。朱掌柜，你还是回苏家吧。等你的皮蛋味都没了。再来跟我说吧，走。东家，薛老板，我愿出高价，请务必将这批蚕丝留给我家。你出高价，我比你出的更高。你，薛老板，只要把这蚕丝给我，我。价钱好商量。呸！就你家那布行，多久没卖出一匹布了？还妄想找人啊？做碎布生意？薛老板，你我相识多年，蚕丝就给我吧。各位，抱歉各位，我手上的蚕丝订单已经转出去了。这叫什么事？抱歉各位，各位，那个契文上明文规定，我不得透露买家身份呐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请各位海涵，海涵，薛老板，薛老板，吴老板。买走这批蚕丝的是宁毅吧？宁毅，苏家赘婿，他哪来的钱啊？宁毅他不惜向地下钱庄借钱，也要拿走我手上的这批蚕丝。何况宁公子出的价格，在下也无法拒绝，即便是您吴公子，恐怕也无法匹敌呀。什么价格啊？笑话。能把碎布卖出去的，除了我们乌家，没有第二家敢这么笃定。薛老板，宁毅只出了定金吧？吴公子此言差矣。宁公子他可是付清了全部的账啊。我也不瞒你，届时
我会让宁毅做不成碎布生意，到时候他再来跟你毁约，你又能如何？薛老板，我不管宁毅出价几何，我出双倍。吴启豪的订单要的也太急了，东家还以原价给他，我都觉得东家吃亏。可吴老板身后有人呢。二位难道没有听说新门驿馆出事了？吴公子想送美人巴结宋都尉，反而得罪了宋都尉。如今这碎布生意能不能轮到他吴家，那还不一定呢。真的假的？不是，你是谁啊？在下宋才童子耿直，我们家姑爷宁毅想见您一面。姑爷，宁公子想争蚕丝，也是为了碎布生意吧？我上次张贴告示，以10倍的价格收购蚕丝，可现而今碎布生意水涨船高，如果老板愿意和吴家违约，我不仅给你付违约金，还在10倍的价格之上再增加5倍。15倍？可我与吴公子之间已经定了契约，在下经商素来重信，一诺千金。能跟宁公子合作，真是莫大的荣幸。哎，老板，不行了，您和吴家可有契约在身。宁公子，您就放心吧，能和宁公子合作，在下一诺胜过千金。那就好，也托您转告其他的蚕丝商，如果也有这样的意向，尽可来找我，他们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好，走。好。其实有八九万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。岂无能轻易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照无眠，无言又何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